这重拳不可能站起来。妈妈以前说，爸爸是一个很厉害的拳击手，每次都赢。是真的吗？但是我相信，如果当初没有那档子事，你现在仍然是站在拳台上的拳王。我已经因为打拳连累了你，失去了名扬，还有阿信。一言为定。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照顾我女儿。你开个价，我把她带走。女儿是我的。法庭见。好、哦，你送我一把好、哦。啊！你不是拳王吗？打我啊！怎么跟你在一起的人都那么倒霉啊？你要清楚一件事，没我，你能帮他做什么？我愿意放弃抚养权。峰哥，我要打擂台。爸爸希望能得到世界金腰带，把它送给你。爸爸在努力，自在也要努力。我们俩要好好合作，永不言弃。怪无赖的哪里是你，不到最后一秒谁也决定不了输赢。放学以后不要乱跑，在这等我。爹，你爸是四万八的呀？不，我爸是拳王。